这个就是我们56条的第一项跟56条的第二项里面它在运用的基础东西，56条的第一项跟56条的第二项中运用的基础部分。所以你看法条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你把它整理起来，各位注意一下，整理起来你就会发现很简单。第一个，你感化教育你要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的时候，你的申请主体是少年保护官、执行机关。那注意一下哦，申请的部分一定是他们两个下去申请。那如果去少年本人或者是少年的法定代理人觉得怎么样，觉得感化教育已经有成效了，时间的要件也已经到了，如果有这样的话，可以请求什么？可以请求少年保护官怎么样？可以请求少年保护官去申请少年法院什么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的执行，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的执行。各位就会发现它的两个要件，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客观上的要件，这个部分怎么样呢？这个部分没有裁量的空间。什么意思呢？期间一定要超过多少？期间必然要超过6个月，所以时间的要件不可以抗衡，不可以增长，也不可以缩短。另外一个部分怎么样？另外一个部分是没有续行的必要。比如说怎么样？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怎么样呢？因为感化教育之故，少年怎么样呢？少年或在里面的什么？里面的受执行人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已经知道要怎么样呢？要改过向善，要改过自新，而又怎么样？而有实据的时候，注意一下，而有实际上的表现，实际上的证据的时候，在这种状况下怎么样呢？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由少保官或者执行机构来申请。那如果少保官跟执行机构没有申请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由少年本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在符合什么？在符合一跟二的要件之下，向谁？向少年保护官去怎么样？向少年保护官去申请，去请求，请求什么？请求少年保护官向少年法院申请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的执行，是这样的意思。好，然后请各位注意一下第三项的部分，停止感化教育的执行的时候，比如说各位注意一下哦，如果是免除的话，注意一下，免除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注意一下哦，他把它区别的时候，你各位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讲的免除跟停止两个不一样。免除是什么？免除是所余期间均不执行。免除的部分是所余期间怎么样的？免除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免除的部分是所余期间怎么样呢？所余期间均不令执行，均不令执行。好，所余期间均不令执行，就怎么样呢？就这个部分你就发现怎么样呢？所余期间均不令执行，免除就怎么样？免除就是免除其余期间的执行，即这个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即免除怎么样呢？即免除所余期间之执行。这个部分注意一下，所余期间怎么样呢？所余期间均不令执行，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免除所余期间的执行。什么意思？原本执行怎么样？原本感化教育处分要执行1年3个月。好，我们假设是这样，假设感化教育处分要执行1年3个月，经过6个月之后，诶，申请怎么样？申请免除，法官认为怎么样呢？诶，法官认为确实少年表现良好，剩下的感化教育期间怎么样呢？不需要再执行了。所以你就发现经过怎么样呢？经过6个月之后，他还剩下多少？他还剩下9个月，对不对？经过6个月，抱歉，我算错了，六个月之后他还怎么样呢？六个月之后他还剩下多久呢？经过6个月之后，好像也对嘛，经过9个月还剩下9个月。6个月之后还剩下9个月，对不对？6个月之后还剩下9个月。所谓的免除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免除是他原本所受感化教育的6个月期间，因为已经受到成效，收到成效之后，法官认为怎么样？法官认为不需要再另外执行了，就把他剩下的什么？就把他剩下的9个月都怎么样呢？就把他剩下的9个月都完全怎么样？都把他剩下的9个月都完全不需要再行执行，剩下的9个月完全怎么样呢？完全不需要再另外执行，完全不需要再另外执行。好，然后各位注意一下，完全不需要再另外执行就怎么样呢？也不需要再讨论什么，也不需要再讨论保护管束，
要不要再另附保护管束与否的问题，就怎么样呢？免除的部分就是感化教育本身怎么样？感化教育本身已经没有办，已经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免除的部分怎么样呢？这个免除之后，剩下怎么样？剩下就不再讨论怎么样？不再讨论是否附感化教育的状况。可是各位注意一下，你会发现怎么样呢？这里法条用语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免除，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另外一个是停止。那停止的部分，各位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项。停止在讲什么呢？各位看一下第三项，停止怎么样呢？第一项停止感化教育的执行的时候，所余的执行时间应该由，各位把应的部分圈起来，应由少年法院裁定怎么样呢？裁定交付保护管束。换句话说，各位注意一下哦，我们用这个同样的例子，各位注意一下，你就发现停止的部分怎么样呢？停止的部分是，注意一下，怎么样呢？所余的感化教育期间怎么样呢？转付保护管束。所余期间怎么样呢？所余期间转，注意一下，所余期间怎么样呢？所余期间转付保护管束，所余期间转付保护管束。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停止的部分怎么样呢？停止的部分是所余期间什么？所余期间转付保护管束，这个状况就比较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你就发现，假设这个是免除的状况，对不对？九个月，他就不需要去提到什么，不需要去提到保护管束的部分。那停止的部分怎么样呢？停止的部分他就要转到付什么？转到付保护管束的部分。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假设这个是免除的部分，对不对？免除就不再去讨论保护管束与否的问题。那如果是怎么样呢？如果假设另外，假设有少年，好，他是怎么样呢？附保护管束是一年六个月。抱歉，感化教育是一年六个月。一样，经过六个月之后，好，我们用线性图来看会比较清楚。好，假设是一年六个月，对不对？好，一年六个月，我们把它分成三等份。一年六个月的时间，我们把它分成三等份，各位注意一下。那你就发现一年六个月的期间，所余期间怎么样呢？所余期间转付保护管束。假设怎么样？假设他在前面的六个月期间表现良好，像假设在六个月的期间表现良好，由少年保护官申请少年法院裁定怎么样呢？裁定停止执行。裁定什么？裁定停止感化教育。那裁定停止感化教育的执行的时候，剩下还多久？剩下还有一年的期间，对不对？剩下来还有一年的期间，这个一年的期间怎么样呢？各位注意一下，你就发现剩下来还有这个一年的期间。那剩下来还有这个一年的期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怎么样呢？一年六个月，剩下一年怎么样？剩下一年的期间就不再怎么样？前面的部分叫做感化教育期间，后面就变成什么？后面就变成保护管束期间。这个部分怎么样呢？一年的部分就变成保护管束期间。好，那你就发现它有没有可能再回去变成感化教育呢？有可能哦，吼，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免除跟停止最大的不一样哦。所以后面一年的时间就怎么样呢？一年的时间，停止的部分所余期间怎么样呢？所余期间少年法院应裁定付保护管束，所以它剩下的期间怎么样呢？剩下的期间一年的期间就什么？一年的期间就是保护管束的期间，剩下一年的期间就是保护管束的期间。所以这个部分各位要注意一下。好，各位请继续看第55条的规定，有没有看到55条？抱歉，看一下56条的第四项。55条的规定怎么样呢？在前项的保护管束准用之，什么意思？就什么？就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准用什么？在这个保护管束期间里面准用什么？准用第55条的规定。55条规定怎么样呢？55条就是在保护管束期间怎么样？对什么？对于受保护管束的少年可以什么？可以加以考核。55条的规定可以加以考核，然后怎么样呢？加以考核的部分再搭配什么？再搭配留置观察的部分。
可以加以考核，55条的部分可以加以考核，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再搭配留置观察的基础规定。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发现哪个状况呢？诶，那如果他在保护管束期间里面表现的不好怎么办？如果他表现的不好什么意思呢？如果他确实怎么样，确实能够度过这个保护管束期间，你就发现怎么样呢？你就发现他原本的感化教育期间跟保护管束期间他都怎么样，他都已经完成了，就怎么样，这个部分怎么样，这个部分他就已经完成，就不需要再什么，不需要受到感化教育或者是保护管束。可是注意一下哦，如果他在保护管束的考核里面没有通过的话怎么办呢？最后的效果注意一下，如果有通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有通过的时候在哪里呢？如果有通过的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有通过的时候，好，如果是有通过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有通过的时候请各位看一下，就看一下22页第83-1条，有通过的时候，这个都意思一样，免除的时候当然就本来就有通过，你就发现有怎么样呢？他感化教育转付保护管束，保护管束期间他已经挤满服务情，保护管束期间他怎么样呢？期满都没有违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按照这个状况怎么样呢？按照这个状况他有两条路走，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完成保护管束，黄写太过了还是没有这个部分，各位注意一下，它有两条路走，你就发现在这个状况下它有两条路走，哪两条路走呢？一个部分是什么？一个部分是完成保护管束，我就直接写完成保管。如果完成保护管束的时候，各位注意一下，它附上一点时间，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叫你去用83条之一，它附上一点时间，然后叫你去用83条之一。那如果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怎么样，如果在保护管束期间怎么样呢？就是违规，如果他仍然什么，如果他仍然有严重违规的情形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是违规的话，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概率学就好了，如果是违规的话怎么办呢？就用什么，就用56条第四项的规定怎么样，让他回去怎么样，让他回去继续接受感化教育。各位注意一下，让他回去怎么样呢？让他回去继续接受感化教育。那停止怎么样呢？假设他在保护管束期间第一个月，哇，他就违规重大，就怎么样呢？就回去怎么样，就回去服感化教育。什么意思呢？就回去服感化教育，剩一年就再服一年哦。停止期间怎么样？停止期间要不要算？停止期间不算。所以他怎么样？如果违规的时候是56条的怎么样？违规的时候是56条的第四项，适用56条的第四项，就怎么样呢？就是什么？你看哦，停止的时候所余期间转付保护管束。那如果他违规的时候怎么样？违规的时候就从保护管束再怎么样？再转回来什么？再转回来感化教育，再转回来感化教育。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完成保管的部分，一个是违规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感化教育它是这样子在运用的。那这个时候各位发现，诶，我们提到感化教育了，对不对？那提到感化教育，这里面只有讲什么？这里面只有讲说，诶，如果有成效超过期间的时候，我们会那基本上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各位会注意一下，那我们感化教育到底怎么实行？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一下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补充教材。各位看一下补充教材的6。好，补充教材的6，我在上课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怎么样呢？保安处分执行法里面有关什么？有关感化教育的部分，其实它就是在规范怎么样呢？其实它就是在规范我们一般所称的少年法院令少年犯入感化教育处所之后应当如何处理的部分。那我们就直接看条文就可以了。条文的部分哪一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呢？请各位看一下，基本上，各位注意一下，基本上条文本身它的条文不多，为什么？因为感化教育的部分，感化教育的部分它有一个特殊性，感化教育的部分它有一个特殊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是就感化教育的部分怎么样呢？如果是感化教育的部分的话，通常都是什么？感化教育的部分通常都怎么样呢？感化教育的部分通常都是少年犯在进行感化教育，所以它的规定本身并没有非常的庞杂，它的规定本身并没有非常的庞杂。我们只要看什么呢？我们只要看跟期间方式有关系的东西就可以了。注意一下，我们只要看期间跟方式。感化教育处分怎么样呢？第六堂的补充教材里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感化教育的处分方式，所以我们只要看什么？我们只要看方式跟它的期间，这两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其他相关的书状记载等等的那个对我们来说不是非常重要，方式跟期间的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好，方式跟期间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我们就直接看法条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从历届试题来看的话，它不见得完全问你什么叫做感化教育的内容，它不见得这样，可是这个部分最好还是了解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补充教材第30条。好，
三十条的部分，我说话就话，我觉得重要的部分就是考试有可能需要你阐述相关概念的部分，好、哦，它只是阐述相关概念而已。第三十条怎么样呢？实施感化教育第一项哦，实施感化教育采用什么呢？采用学校方式兼师军事管理，各位把这个画起来。换句话说，感化教育本身怎么样呢？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在哪里？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在于什么？在于教育。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注意一下，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在于教育。好，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在于教育，所以这个部分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在于教育，就是这个部分，感化教育是在讲这个东西。好，然后感化教育本身的重点既然讲的是教育的时候，各位稍微注意一下，他在讲什么呢？请各位仔细看一下我们的里面。好，采用学校方式兼师军事管理，那如果没有满14岁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并采家庭方式为教育的实施、哦、所以你就发现原则上，注意一下，核心的部分怎么样呢？核心的部分它是采取学校教育的方式，那学校教育里面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增强少年犯或者是余犯少年遵守纪律的特性，注意一下，那个军事化怎么样呢？兼采军事管理，那个军事管理上面怎么样呢？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服从纪律，你在上面写服从纪律。军事管理的那个部分，各位在上面写怎么样呢？就培养什么？培养其服从纪律之个性，培养他服从纪律的个性，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没有满14岁的时候可以并采什么？可以并采家庭方式为教育的实施。好，然后第二项，感化教育处所就要他有一些东西，教师啦，后技师、医生等等，这个我们就不再另外看。好，31条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实施感化教育要依照什么？受处分人的依照受处分人的性别、年龄、性型，性型是什么呢？性型的部分，这个各位就比较不太常用，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品性或者是行为。性型的部分指的是他的品性跟行为。为什么？因为品性跟行为本身会互相影响，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在法条在为了要节省字齁，为了节省字的使用，它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呢？品性跟行为的部分它就直接抽取这个部分齁，品性跟行为的部分它就抽取这个部分。知识程度、身心状况等等怎么样呢？分班施教，分班施教。好，那32条就要注意的内容齁，33条宗教仪式的准许。那授课时间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34条授课时间怎么样呢？感化教育的授课时间应该审酌受处分的年龄。各位把最后一句话画起来，授课的时间不会太长，注意一下，感化教育本身怎么样呢？感化教育本身授课的时间并不太长，什么意思呢？那授课的时间不太长，每天以什么？每天以4小时到6小时为限，这个部分把它画起来，也就是怎么样呢？你看上面是什么？上面32条的规定说道德、生活必须的知识跟技能这些部分，所以他上课的内容也包括怎么样？他上课的内容，各位注意一下，上课的内容跟我们一般上课的内容并不完全相近，怎么样呢？他最主要在哪里？最主要在培养道德观念跟生活技能这两个部分，最主要在培养道德观念跟生活技能这两个部分，所以这两个部分它是这样的意思。再来作业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感化教育处所怎么样呢？设置什么？设置简易的工厂。设置简易工厂做什么呢？使受处分人从事什么？从事使受处分人从事适当的作业。什么叫作业呢？比如说让他们做一些手工艺，做一些木工，或者怎么样呢？烹饪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跟他们生活技能有关系的简单作业，使得怎么样？使得他们在日后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的时候有什么样？有先得到一技之长的机会，有先得到一技之长的机会，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请各位注意一下，37条的第二项，它有规定怎么样呢？它有规定，注意一下，授课时间的部分跟作业时间的部分都有具体的规定。授课时间的部分，授课时间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过，每天是4到6小时。那作业时间怎么样呢？作业时间每日什么？每日是2小时到4个小时。但未满14岁或者有特殊情形不适合作业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可以免除他的作业。然后请各位把第38条打勾，38条的部分，38条
三十八条的部分，请各位注意一下，在上面怎么样呢？三十八条的部分，请各位在上面打一个圈圈，什么意思呢？三十八条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累进储蓄等级的部分。累进储蓄分成一到四等，什么意思呢？累进储蓄的意思就是你的表现部分。哦，这个不太好查嘞。我想起来了。38条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我们在讲累进储蓄的时候，它是这样分的齁。38条所谓的累进储蓄，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按照什么？这个是按照受收容人或者怎么样呢？受教育人、受感化教育人的表现，把它拆分成怎么样呢？把它拆分成四个等级。就他在做的时候，各位注意一下，他在做的时候把它拆分成四个等级。哪四个等级呢？你就发现从低到高数字相反，什么意思呢？这个是第四等，这个是第三等，这个是第二等，这个是第一等。你就发现如果是感化教育的这个部分的话，你会发现感化教育怎么样呢？这个部分怎么样？数字越多的就表示什么？数字越多的就表示他接受感化教育的期间越短，怎么样呢？表现怎么样？表现较差。一开始的时候进来都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进来都是比较差的部分，所以怎么样呢？第四等的部分是表现较差，然后越往上怎么样呢？越往上，这个叫做什么？越往上你就发现怎么样呢？越往上你就发现它的什么？越往上你就发现它的感化效果越往上就发现感化跟教育的效果怎么样呢？感化跟教育的效果增强，越往上就是感化跟教育的效果增强哈。那越往上感化跟教育的效果增强，对不对？这个怎么样呢？最后的部分是表现较差，那往上的部分感化的效果增强怎么样呢？这个部分就怎么样？这个部分就是表现最佳，第一等的部分就是表现最佳。注意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在讲累进储蓄的这个部分啊，不，表现最佳，我写错了。往上的部分就是表现最佳，所以怎么样呢？这个是程度比较低的，这个是程度比较高的，这个部分它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它是怎么样？所以它是，如果是受收容人的话，它怎么样呢？受收容人它会不断的升等，照理说应该要不断的升等。什么意思呢？各位注意一下，累进储蓄分成一到四等，从第四等开始怎么样呢？渐次依次渐进。好，受处分人怎么样呢？受处分人原本怎么样呢？如果他的表现本来就怎么样，本来就比较顽劣，或者怎么样，他所犯的罪，我注意一下，如果他所犯的罪是比较严重的罪行的时候，一进来会怎么样？一进来的时候就会编入第四等。可是有一种状况是可以的，各位注意一下，如果品性善良，具有什么？具有适于共同生活的情形的时候，就怎么样？可以直接怎么样？可以直接跳过第四等编入什么？可以直接跳过第四等编入第三等。意思就是我们会这样讲，实务上会讲，这熊多少位，这靠不下多少位，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就进来也许一段时间，他自己也有过反省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所以你就发现怎么样呢？第三个部分，受处分人如果品性善良，具有适于共同生活的情形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直接编入什么？可以直接编入第三等，直接编入第三等。好，然后请各位翻过来看一下第二页的第39条怎么办呢？那受处分人怎么样？执行一年以上，请各位第39条看一下，他受处分人怎么样呢？受处分人比如说我们感化教育的时间怎么样？感化教育的时间假设像这种状况，他是一年三个月。好，一年三个月，然后怎么样呢？他受处分人执行一年以上，而达到什么？而达到第一等的时候，注意一下，感化教育处所的长官可以检具有关的事证，报请上级机关核准，通知怎么样呢？请各位把那个画起来，通知检察官转请法院裁定，免予继续执行，免予继续执行。好，免予继续执行。好，这个部分各位注意一下，第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呢？第一个部分是达到一等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39条跟40条两条的不同。注意一下，这个比较的时候是39条跟40条两条的不同。
从概念上来看，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是次要法规的话，我就把它用红笔写了。一个是39条跟40条两条的不同。39条跟40条两条的不同，你就发现这两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39条是讲什么？39条是讲这个部分怎么样呢？这个部分它有两个要件，是什么？免予继续执行的要件，就是免予执行的要件，免予执行。39条本身怎么样呢？39条本身是免予执行的要件，39条本身是免予执行的要件。好，那如果是免予执行的要件的时候，各位注意一下，既然是免予执行的要件的时候，请各位注意，免予执行的要件它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什么呢？一个一样，它也必须具备什么？必须具备客观的要件。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部分它要达到一等，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执行超过一年。另外一个部分是执行逾一年，就是免予执行的要件的部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执行逾一年。另外一个什么？另外就是它必须达到什么？它必须达到累进处遇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呢？表现最佳的部分怎么样？表现最佳的部分要达到一等，表现最佳的部分要达到一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注意一下，检察官最后是由谁来申请？最后是由检察官。最后本身是由什么？最后本身是由检察官，注意一下哦。如果是少年感化教育的话，它都是少年办，所以怎么样呢？由少年，由检察官怎么样呢？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39条整理起来比较简单哦。好，那就不用申请了嘛，不用申请就不需要再去考虑，不用怎么样呢？不用执行，所以就怎么样呢？不用执行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其他的什么，不用执行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其他的什么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一个部分是免予执行的要件，就是执行超过一年，然后他已经到达什么？他已经达到表现累进处遇最佳的部分，就是一等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这两个要件必须要100%的满足才能得到这样的状况，才可以得到怎么样呢？申请怎么样？申请免予执行。一个是一等，一个是执行超过一年的部分，都是一的部分，所以记的时候是这样记。然后40条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是40条的部分的时候，各位请稍微注意一下，40条的部分怎么样呢？40条的部分不是这种状况，它什么意思呢？一样一年以上达到什么？达到第二等的时候，准用怎么样？准用前条的规定，停止感化教育处分的执行，但是停止期间要怎么样？停止期间要付保护管束。这个我们刚刚有没有讲过？有，对不对？它就是告诉你什么？它就是告诉你感化教育的执行方法。什么意思？这个免予执行就怎么样？免予执行的部分就跟我们少事法里面讲的什么？就跟我们少事法第56条里面讲的免除是同样的意思。有没有发现？这个部分是跟免除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各位注意一下，这个部分跟免除讲的是同样的意思，这部分跟免除讲的是同样的意思。那如果是40条的部分怎么样呢？40条的部分是停止执行，它的要件是什么呢？注意一下，第一个什么？这个是40条的部分是怎么样？是停止执行的要件。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是怎么样？如果是停止执行的要件的时候，它有两个要件，哪两个部分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注意一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执行，一样，同样的要件，执行超过一年。同样的要件怎么样呢？同样的要件执行超过一年。那另外一个部分怎么样呢？停止执行的要件，第一个部分是执行超过一年，对不对？第一个部分是执行超过一年。那第二个部分怎么样呢？第二个部分是达到什么？这个部分是达到二等，你就可以要求停止执行。二等，这个比较不一样哦。二等的部分，注意一下，二等的部分你就可以要求停止执行。那停止执行由谁来申请呢？各位注意一下，停止执行的申请准用前条的规定，对不对？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各位注意一下，最后的状况怎么样？也是什么？也是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但是这里有一个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应付怎么样？停止执行期间要付保护管束，所以这个怎么样？这个也是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
这个部分各位注意一下，也是有怎么样呢？也是有检察官哦，40条的部分也是有检察官向法院申请，但是这里有多附加一个要件，附加哪一个要件呢？各位注意一下，我们在附加要件的时候，就跟刚刚感化教育里面讲的一样，怎么样呢？这个部分怎么样？这个部分应负保护管束，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停止执行的人，停止执行之受处分人应负保护管束。那如果违背保护管束怎么样呢？再回来怎么样？再回来实行什么？再回来实行感化教育。好，应负保护管束。